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星光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予人惊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。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定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星光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00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0029777138。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当事人定签的电话台0029777138。来，咱来看政治新闻哈。无法度回应诉求啦！大埔的这个民众呛讲：“李鸿源落来，叫下台啦！”哦，即马这个人民哦，即马上届大啊哩，哦，上届大党诶，就是人民党啊哩，哈、哦！来，咱来看内容哦，这新闻卡，台北报道，为抗议政府强拆苗栗。大埔四号由台湾农村电线等民间团体啊，甲上千名声援群众，从18日深夜突然间袭雷政部静坐啊来抗议啊。经过了一暗，伊个即个算讲暗缩压缩了后了。哦，目前现场依然有差不多300多即个声援，诶，即个群众。那么学生伫个雷震波内面静坐，啊，来抗议诶，拄啊好，因为即马拄啊休落啊哩，
吼、哦，啊，就大家应应啊。那么，罗政部处长萧家琪伫个早起11点左右到场接受民众的这个陈情啊，并回应群众道歉，啊来赔偿，第几原子彻查弊案，立刻修法等四项诉求。但是由于萧家琪并无正面的这个回应，土地征收条例等四项诉求，引发到在场民众的这个不满，怒呛，哦，处长请回了，转去啦。那么部长落来啦，订定这个口号，要求内政部长李鸿源亲自出面接受民众的这个陈情啊。啊，这哦，这应该是有工具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政府要征收，一定绝对有工具的。啊，你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啦？你若要大陆啊，你甲看，啊，大陆啊，大陆哦，人民无迄个地啦，地拢政府的啦。啊，所以我常常伫咧讲哦，台湾的岛是哪台湾的岛，啊，都买土地哩，土地煞卖卖人，有钱的人都台湾土地直直买，直直买啦，买到尾啊，是毋是拢伊的啊？对不对啦？啊，台湾都啊，台湾都别人的啊，大陆无共，大陆伊个无咧卖土地就对了，无咧卖土地。包括江泽民啊，包括胡锦涛、胡锦涛啦，吼，啊，甲这个习近平啊，拢无土地啦，拢无迄个土地啦。但是有土地无？有啦，还是政府予你起，但是土地还阁是政府的。因遐无像咱这土地一平偌济咧卖无啦，无咧卖土地啦。亲像咱外国个啦，包括咱台湾大商去到遐起厝也好，起遐工厂也好，伊遐拢敢若加工夫安尼，创甲舒适舒适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你规划甲好势好势。包括电力，包括电话，包括一寡通信的，拢甲你创好好。因遐拢算即个平方的啦，米平方的啦，也算公尺的。啊，伊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会当互你起啊，但是地毋是卖你啊。因遐人民嘛无地，因遐人民要起厝会使。因遐的政府人民，伊一个人哦，伊都算人分的就对了。一个人，譬如讲有几米就对了，譬如讲你一个人的算安尼，三米。五米平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也是10平方安尼啦。啊，你即摆要起厝无够，无够，你就去接啊，你就去接。啊，有个人安那，有个人就无在咱起厝边啦。我无我这我这个人分我卖你啊，一平方我卖你啊。啊，伊就去接，就甲你另外讲要起偌大，啊，就甲政府迄款的。我要偌大，啊！无遮个人，安尼。啊，地感觉拢政府的，所以大陆方卖袂倒啊。所以永远是大陆的人。咱台湾都无共啊，对不对？咱台湾细啊，
有钱的就伫遐咧买，伫遐咧买啊啦，对不对啦？都买到到尾啊，都拢伊个啊，拢伊个啊。因为到即卖咧，人民同款啊，人民你甲看，伊无偌济人尔，几十万人抗议人尔，政府就改啊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，莫讲个，什么土地拢伊个啦？啊，那土地拢伊个吼，你政府也较歹管嘞，吼，对不对啦？嗯，我这地要创什么区的？我拢我迄款的，对不对啦？这拢我的地，你政府唔敢甲安怎？对不对啦？唔敢甲侵犯呢？这人的地呢？政府法听就甲你听，大陆啦。来，咱继续。那么，由于台湾农村丁山等民间团体长在开道，举办到八一八贴政府行动过一段落了后，有上千名伊的这个声援群众长深夜纷纷涌向到这个内政部，并在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在外口啊来实地立坐啦，哦，啊，搁伫个内政部大门内部伊个即个砖啊涂骹拢甲画擦着着啦，画一幅个时阵安尼啊，即个田，伊即个地景彩绘啦。并搭的这个贴政府，哈、哦，并搭这个贴政府顶标语，以示抗议。警方啊，甲声援的这群众张暗，今日透早，搁较爆发着肃气的这个零星冲突。不过现场气氛大抵也是和平啦，吼、哦。那么萧家琪伫个早起十一点左右到场，接受民众的这个陈情，还佫被民众泼水啦，吼吼，脚车片哦，全部拢澹漉漉，针对道歉、赔偿、底薪、对规原主安尼啦，萧家琪温乐会停转停行政院。苗栗县政府处理回应，如要全部900户拢这个地归原主啊，嘛需要内政部地政司啊，甲苗栗县政府搁再进行讨论。至于搁再修土地征收条例吼，伊个这个部分啊，萧家琪。嘛无正面的这个温柔，敢若讲，若要修法哦，会用的搁再讨论啊，会当检讨就对了。对萧家琪的这个回应，在场的这个台北大学教授廖本全不以为然的讲啊，我拄啊好。所提的这个问题以及诉求，你拢无回应，拢敢若讲你要转停。现场民众，这个群情激情啊，激愤，那么侪声拢发，部长落来，部长落来了，啊，那么处长请回了。这个口号，拢敢若讲你要转停，现场民众会使讲真愤怒就对个。好啦，这个萧家琪难以发言，一面真尴尬。主办单位
当场啊，搁要部分爱部分伊个即个群众开路啦，和尚萧家琪登去内政部，现场占领内政部，民众依然持续停留伫个现场，无愿意爱来离开啊！希望讲李宏源直接到现场面对民众，啊，甲民众啊来对话咧，啊、哦，真正即马政府哦真歹做啊啦，哈、啊，啊画饼就要甲你饼啊，你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、哦，我看归去啦。这总统嘛是实的啦，五院院长拢是实的啦，对不对啦？包括这个政府的啦，到国民党诶，拢全部是实的啦。哦，换民进党诶去做啦，哦啊，换民进党诶去做，换国民党诶支持国民党诶人，伊搁去遐抗议啊啦，哦对不对啊？搁换咧，先啊看感觉安怎哩？哈、啊，好啦。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结束，其他下周的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，无所不谈，拜拜。